福建鼓山涌泉寺。福建鼓山涌泉寺始建于唐朝，以大雄宝殿为中心，各殿依山坡而建，建筑工艺精巧，殿宇辉煌。寺院前方之千佛陶塔源于宋代，是研究宋代陶制品的经典。寺中有棵千年铁树，与鸡司木供桌及写经书称为镇山三宝，因此涌泉寺素有闽刹之冠的称誉。虚云老和尚在此从妙莲老和尚出家受戒，之后在此担任住持，率领僧众重振宗风。清末明初，许多台湾僧人游学于此，受戒于此，因此台湾佛教的源流主要也是传承自福建涌泉寺，其中又以灵济宗最多。